The order welcomes you. 刚刚突然那个到那个下一层，然后就好像突然传到别的地方，然后就产生 bug 了。刚刚很抱歉。还有他固定一段时间回来的。哦，然后道具这边似乎是如此。嗯。哦，好，目前应该 OK， 目前应该 OK。刚刚很抱歉哦。算是出了一些差错，啊！诶，好像不错呢，这个。那我们一步一步小心的走。我一步一步的小心。哦。重跑了。怪物应该有重生，果然。要下去吗？我不要了，我们直接过后面。有点糟糕。mod 就是容易会有一些问题，嗯，不好意思，这算是有点急救章。又是经验药剂，我算先去下一个任务。Too many empty graves。想说刚刚一进去瞬间杀完之后就知道里面很恐怖。I am overburdened. 嘿，加热蝠虫，怪物不会掉。
Yes? Yes?野蛮人专属就不要了，看看有那几个。第六号符文，好，继续。Your bruise first.暗金。乌瑞城。大发掉了，真快！Blood Raven。小怪掉的反而比他好。嘿，伤害的减免二，鞋子无形的，看哦。看起来普通，先回去吧。Hello, I can hardly believe. 哦，no！哦。Very good. 450块。Go.要再进去地牢一次吗？我怕又荡掉了。
等级二了。哦，金色剑士。我们先回去，应该回归就是 safe， 回归就是 safe。Hello。Right. 哦、oh. ，Yeah。烈火加五是烈火，加一法力，加二所有羁绊。哦，这个好，这个好，尤其它又是可以修复。哦。三趴，差不多啦，一趴跟两三一趴而已，还加一体力。97。随便塞。好，继续。要试试看吗？再进去一次吧。加一题。死因法术专属。好诶。翡翠，哦，盾牌，之后如果获得更好的就这样。哦，原来哦，不能死掉，死掉就直接那个了。马上，抓到诀窍，我们不能死掉。了解了。莫德毕竟也是玩家自用的，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情况。
一所有属性加二所有属性。四三三加三等级。死亡之一皮甲。Yes. 好。抓到一个诀窍。就拿金色就好了，拿蓝金色，蓝色或金色。哎，那个金色戒指。好，再去是不敌破的。哎 ，Brody Brody 吧，应该叫 Brody。闲聊是不是爬掉了？还真的。加三米。加一力量，不需要。哦，虽然防御比较低，但是好像不错。I can't carry anymore. 我们不要死掉了，进地牢可以，可是不要死掉。10%，专心药剂，
卖卖，有60块就是赚。其余的就是没赚喽。好，继续。清怪有够快。Ramia， 那我们的 F3 就召唤 Ramia， 这个 F5。又一个苹果。绝对不去地牢，随便去一下地牢就爬掉了。有箱子，发现了，发现了，死掉，死掉就会那个。就会那个产生 bug， 死掉的话，所以我们不要死掉就好了，不要死掉。不过他没有地牢推荐啊。继续下去，打不到，打到。啊，拉米亚原来是这个。拉米亚不是那个像梅杜莎一样。黑暗森林，看，慢一下。好，来到了这里。本集已经开始有点难练了。这什么？蘑菇。炙热霉菌，霜冻掠食者。
钱会帮忙捡。先上去记录一下。还不让呀，小心一点，不要死掉就不会出问题。速，三秒多。哦，有英文，这一定是 boss。I am overburdened。好了，回家了。The order welcomes you. Welcome。看一下这个项链加视力量。不太好啊，剩四个。加六自由鬼不需要。加十生命，一、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传送卷用一下。等那个迪卡凯恩之后，就可以全部丢给他了。哦，魔术，打下来！你放电，我也来放电。Come on！ 啊，中邪！Let's go！ 牛 ！Recall！ OK， 欸，等一下，连这个都可以鉴定啊，还真的嘞，真有趣哦。接下来的经验值就比较少了。看起来意思是跟你说，你就先不要去地牢打宝了。嗯？艾瑞克，哦，可以找到一个高塔。
看吧看吧。技能变强了，两只狂暴之，两只拉米亚，图腾上限一样四个，还是一样啊。哦 ，Where go？黑暗森林，冲冲冲！这地方总不会让我突然趴掉吧？哦！哎，哦 ，Don't worry。Back home。哦，真多耶。开始遇到有力量属性需求的装备了。加5力量，生命恢复。哎，好啊，那就这个吧。这体力卖掉。敏捷生命，不需要。No。Sell。Over sale， 看一下最高可以装多少个。哎，嘿嘿，好，49个。99，哦，77，哦，100，这样子给我16块，真不错。哦吼吼吼！嗨，突转。哦 ，it's good。还有凹槽呢，这个。OK， 我们的进化了。不过这说真的，地图还蛮大的。放，那就省了就省了。我们点一下力量，以防之后会需要很多。12等，爆火焰弹，Rook，
那只是两颗眼睛骷髅头。看吧，看吧，看吧。哦 400 别再来送死了，哦，总算有那个收入了，一点点。为什么？哈！哦 ，no no no，so bad。2%的仆从生命加成，现在还不需要。2%体力、御法力、生命回复，哦。OK， 帽子是一精力2%几率魔法装备。哦、oh, ，very good，very good。一反力，差很多哎。No, no, no. 哎，I look.比现在1-6闪电，加速生命，哦，榔头，啊 ，come on。顺走了，碎骨者，哦，哇哇哇哇！哎呦，啊呜！OK， 我们再往下。发现这地图还是比原版还大。两个就不错了。三号图文 ，A Shield。看吧，看吧。
还是经验值。OK， 那我要赶时间。睡骨水，烟骨水，烟骨水。有经验值加成，我们先冲。前外自动解。哦。没吧，没吧。哦，回来再捡，我回来再捡。看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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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没有经验加倍。那我们回去一开始那个地方。像是这里捡过了。这里。好，我们先来鉴定。有没有快捷键的？好 ，OK， let's run。Hello。无形的无法修复，一样啊。57，这4%五力量。哦，哎，怎么这个卖比较贵？钥匙也可以叠加一次，应该啦。好，继续点点力量。我们力量点到60之后，就直接那个了。这个比较帅。飞刀护甲。OK，
Whoa! I can't carry anymore. Wow! Share 基本属性。哦。卖掉。Hi，Hello，Yes，Yes， 这是魔电哦。是的，不过有个 bug， 死掉就会宕机。感觉跟某个游戏一样，一死掉就 say goodbye， 不是专家模式哦。是的，魔电很不错玩哦，它改了蛮多的。哇哦，它。我第一次玩，我这第一次玩，我是新米玩，新手，我是新米玩家，多多指教。别再骗我下去，虚空大教堂。刚刚只是去之前一个地牢，然后结果被干掉了，超可怕的。哦，看吧看吧看吧！哦，在乎我，在乎我。全面 ，very good，yes。change， 哎，not change。哎，六力量，无法力，加二所有属性，总计是加8了。好 ，change。加2基本属性。有没有全部那个？全部变式的快捷键？我们要找到一棵树。六个，两个，大家明白了。够够够，看吧。疯狂中毒啊！
晚上的时间看不太到。I am overburdened. 又满了。那就放这里。要怎么放啊？也不能放。哇，全趴了。好，我们来把它全部鉴定一下。僵尸之手。4% 跟 5%， 这五力量呢，这个是 4%， 都还好。The order welcomes you. 加6力量。OK。超强大盾牌，贪婪药剂，经验值更上一层楼，我们赶快先记录一下。 Go go go， 有什么怪物尽管来吧。看来我们要升等了。青色的十字弓弹。现在把这边打一打，打完了，然后我们又要升等，可喜可贺。好，我点到了。拉米亚 ，up。What？ 快点啊！No, no, no, no.
磁性面罩。啊，开了。这真是棒，还有数量。嗯，哇哦，Greetings. She感觉这好像都很亏呢，就这个了。啊，有这个就不亏了。26。这个地方是黑色荒地。OK， 先不要理他。Back。对了，石块荒野，我们去这里。水滴开始，哦，好，我们要救几条草原的。这是 Tim。All that's left of proud Tristram。哦吼，牛都被干掉了。这些都是哦，黄金图章。记得听，好像有维特的腿。这边没有，记得有个 boss。我的佣兵剩下一点点，哇！
阿克，皮靴三，好像也还可以啦。戒指加六生命，3%经验值获得的。好。The order welcomes you。精力因子致法术伤害。这好像双手，是双手。16250。继续。Yo， 哎，你的要。维特，维特，我们的维特尸体在哪里？嗨呀，嗨呀，嗨呀！我跨掉维特的。Deckard Cain, if you value your life, leave here immediately. Oh. 没看到维特，那就算了。Regrettably, good to see you. Oh, you have risked. Very good day. 毒素抗性，双手。看一下吧。与公益之友，公益之友，公益之友 ，What's 公益之友？啊，我们看一下。Good day。去恰西那边看看，他是不是有什么公益之友 ？When I fled the monastery, I left.Greetings. 庄稼。赌博呢 ？What you need？ 我们现在这个还不错了，要不然就是手套了。哇，2600！才不赌嘞，顶多用一个短杖试试看。好的，哎呀，十毒九片，十毒九输，正被那个人料中，是我是十毒九输啊。自动回复生命与法力，先放进去吧。
奇怪。莫名其妙。我们去黑色荒地吧。哎，等一下，好像时间差不多了，再晚我看我那个没办法转影片，今天也可能只顶多转了之后才明天上传吧。The order welcomes. 交易，我们看一下武器。一双。哦，这个好像美外。加二所有属性，那买了，买。工艺甲油，不知道。哦，算我们便宜了。现在才这么便宜。啊哈。那今天晚上的时间就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哈。那么谢谢大家收看我黄金城先生的频道，这是怀旧系列的 iPhone 2魔电模组魔电版本哈。然后他现在游玩下来，我们两次就是卡住宕掉，发现说是死掉，只要死掉就直接宕了。所以我们之后就我就尽量就是不要去给他死掉，这样我们就不会去宕机。好，那么谢谢大家陪我到这么晚的时间，现在12:40。明天下午的时间就是一样，那有事情要用，所以没办法去就是做实况。那晚上我会继续直播那个魔电版本 iPhone 2。好，那么大家明天晚上时间再见咯。好。那么谢谢大家再见，拜拜。